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地产老朋友 Frank the Team 的 Emma。今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 Alameda County 的城市 Castro Valley。如果您正在考虑出售或者购买旧金山湾区房屋或访问湾区，那您来对地方了。Frank 从事旧金山湾区房地产30多年，对旧金山湾区市场上的房产了如指掌。如果您想要出售购买，或者对房产有任何问题，欢迎联系我，电话、短信、邮件都行，随时为您服务。如想要联系更多的视频，关注、点赞、收藏我的频道，每天带来更多房产资讯。位于东湾的 Castro Valley 紧邻高速公路880与580交口，往北与 Oakland Hill 相接，西临 San Leandro， 东临都柏林，南接 Hayward。 Castro Valley 无论向南向北都很方便，捷运 BART 到旧金山与南湾密尔比达都约为半小时的车程。安静，治安好，邻居友善，没啥闲杂人等走动，街坡停车不怕被撬玻璃，在家不怕入室抢劫。近年来 Castro Valley 位于湾区中部，因为地理位置佳，可负担的价位，加上学区、医院与周边环境风景宜人，吸引许多新移民搬入。加上 Castro Valley 临近三谷 Tri Valley 地带，无论到普利桑顿、利佛摩、圣拉蒙，或是很多人喜欢的 Danville、Alamo、Black Hawk、Diablo 等地区都很方便，四通八达，位置适中，特别适合夫妻两人分别在旧金山市或者三谷地区与南湾上班的家庭。Castro Valley 除了价钱亲民，学区不错，且生活技能丰富， Trader Joe's、Safeway 超市都有，另外还有高尔夫球场、大型宠物公园，还有知名的下百湖 Lake Chabot 等休憩空间，健身、散步、划船、野餐等休闲活动选择很多，买菜便利，10分钟车程以内有好几个华人超市，常光顾的有美味园、鱼肉王、富联、新冬季、Costco， 也可以去 San Leandro 的或 Hayward 的。在 Castro Valley 现在越来越多好菜食，比如说合记烧腊小馆，很多人买房特别关心医疗的便利性。 Castro Valley 的医疗资源非常完整， The Medical Center Such Urgent Care 就在 Lake Chabot Road 上，该区邮递区号为94546，离市中心与捷运站很近，相当方便，而且后面就紧邻山坡，环境清幽，小学及中学学区都不错， Stanton Elementary、 Creekside Middle、 Castro Valley High。 根据2019年人口普查， Castro Valley 总人口为63013人，有22357户家庭，住房总数为23178，白人比例43.37%，亚裔比例27.12%，黑人比例8.03%，美洲原住民比例0.45%，平均年龄42.1岁，移民人口比例25.68%，本科以上学历人口比例44.87%，硕士以上学历人口比例16.12%，家庭年平均收入为18488.00美元，有6.88%人口收入位于贫困线以下，房屋平均价格为741500.00美元。以下是 Castro Valley 小学的学区划分。Castro Valley 距离伯克利很近，当地高中的学生有很多都考到 UC Berkeley。 截至2023年年初到12月的数据，共售出211套房子，单户住宅的平均价格为120万美元，每平方英尺约670美元，房屋面积中位数1900平方英尺，最高售价为374万美元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为能为客户提供无与伦比的服务和专业知识而感到自豪。如果您正在考虑在旧金山购买或出售房屋，请随时致电我们4088280600。谢谢。